近日，知名博主长春国贸在其网易博客曝光了一张范冰冰小学毕业照。据长春国贸介绍，这张照片网友是从范冰冰小学老师那里得到的。照片中前排左三身穿一套黄色衣服的小女孩即为范冰冰。从照片中看，范冰冰头戴发卡配红色大头花，面带微笑，显得俏皮可爱，颇具明星范儿。同时也将网上盛传的范冰冰童颜照片与大家分享。娱乐99搜集分享。